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啊。本期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应对以下情况的开门战。大家都知道，开门也是需要战术的，尤其现在屠夫带底牌的情况下，通电后传送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。那么该如何打开门战呢？本期给大家分享两个情况。第一个，两人活着，一人在椅子，一人已祭天，并且椅子上的人在门的旁边。这里大家可以参考医院鸟笼前的椅子的情况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何保证至少平局呢？根据小秋实战的经验，如果监管者把求生者挂上椅子后发现没有耳鸣的话，传送的概率是很大的，因为他知道剩下的两个人肯定去了另外一个门。如果另外两个人打开门了还好，要是没开门的话，估计至少会被打趴一个吧。所以就建议一人开门，一人卡耳鸣牵制。耳鸣是屠夫判定附近有没有人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依据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屠夫根本不敢传送，只会一直守着，那么另外一个开门的队友就有足够的时间开门。当队友发开好门的信息后，负责卡耳鸣的就可以远离屠夫耳鸣范围之外，但是千万不要离开哦，只要让耳鸣消失即可。耳鸣消失判断依据就是自身是否有心跳，没心跳的话即为离开耳鸣范围，这时候只要留意屠夫的动向就可以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屠夫发现长时间没有耳鸣，就会认为刚刚在附近的求生者正在赶往去另外一个门，那么只要等屠夫传送的瞬间，就可以立刻前往救椅子上的队友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赶不上导致队友飞了，不过尽管如此，传送后的屠夫想回到这个门是不够时间的哟，因为求生者有足够的时间开门后离开，以至于保住了至少平局的局面。上就是大家常见的一种情况。第二种则是一人开门，一人遛鬼，两人已祭天。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一个人正在遛鬼，一个人正在开门，那么应该如何做呢？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开门后的人可以直接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走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，而且遛鬼的队友如果刚好附近有地窖就可以直接溜了。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就是，如果开门的队友身上还有薄命，并且遛鬼的队友已经倒了，被挂在了门的附近，这时候可以拼一波。大门既然已经开了，队友刚上椅子没多久，那么意味着屠夫的一刀斩也就差不多了。也可以参考左上角的通电 CD 时间，这时候可以考虑在附近苟一下，即使队友过半了也没有事，撑到屠夫一刀斩结束，果断扛刀救人，然后扛着薄命双跑还是可以有的。当然这是特殊情况，这些都是和技术还有屠夫是谁有关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操作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比较典型的两种开门战的玩法，理论终归是理论，但都是实战总结出来的，具体情况还是得具体分析。本期就到这里了，没关注的就要点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